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以为我们可以装着外表到礼拜堂来，就是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其实在展览刚刚买的新的西装。我们到礼拜堂的时候，哇，穿得非常漂亮，是告诉人家我每个礼拜我都有不同的最新的时尚的衣服来，这是敬拜上帝或者市场展览，这是敬畏上帝的人应当有的形象呢，或者是有对别人告诉别人你的家财万贯，你有不同的许多服装可以展现你自己。我们今天的敬拜是真的吗？我们的敬虔是真的吗？我们的敬畏是真的吗？就真心的敬畏产生真敬虔的生活，就真心的敬畏跟真敬虔的生活产生真敬拜的仪式。那这样实质在后，现象在前，你的现象用你的实质去撑住，你的现象用你的实质去托起来的时候，神说你的敬拜是我接受的。如果你用嘴唇亲近我，你的心远远离开我，你拜我是枉然的。这是上帝所讲的话，旧约出现，新约也出现。先知以赛亚讲，耶稣基督自己再讲，我的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远离开我，所以他们拜我是徒然的。那么谁是个真敬虔的人呢？真敬虔的人有敬畏的动机，所以他的生活就跟他动机的敬畏相配合，没有分别的表现出来的。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是怎么样。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且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虔诚是虚假的。所以这句话呢，一针见血提到呢，虔诚的问题不是自以为的，不是你以为你很虔诚就是的。那你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在虔诚的事情上是用自以为的呢？也就是他的标准是他定的，他的标准不是从神的启示来，他修了一套虔诚的外表，他修了一套基督徒的形象，所以他就从那个形象中间变成了一种自己磨成自己雕塑自己成为他想象中间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从别的人看到听见的现象作为标准的一种模仿，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